13日，王菲、李亚鹏在李亚鹏的家乡乌鲁木齐办理了离婚手续。获知王菲将于当晚返京的消息后，白家媒体在首都机场T航站楼等待天后归来，谁知等了近3个小时也未见到王菲身影。据悉，王菲从T二航站楼贵宾通道出来后，便迅速上车落座，虽然并戴口罩，但仍然可以看出神情略显疲惫。李亚鹏的经纪人马甲则坐在副驾驶座，全程未见李亚鹏身影。